第十八天，同学们，这个刚吃完饭，等一下还有事，所以趁现在赶紧游一游，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，仍然是1000米拉伤游，然后还是3组6个50米自由泳者，中间穿插仰泳口和蝶泳口，我觉得这个计划非常好。然后还是1分28，每个游在55秒以内保持一下就行了。然后还有时间的话，再给自己加8到10个50米自由泳，1分8，每个游到35秒以内。如果没有时间的话，那就算了，好吧。现在是中午，等到下午有时间的话，练一点核心力量和上肢力量，因为腿嘛，练了就软了，但是上肢练了之后可以练腿嘛，没关系啊。OK， 就这样，1000米。时间，1分20。OK， 同学们，我那亲爱的小伙伴回来了。可以给我拍一个不是延时的视频。那接下来是第三组，2个自由泳腿1个蝶泳腿，2个自由泳腿1个仰泳腿，一共6个。OK， 每个55秒以内，1分28，准备好，准备好。3、2、1，走。1分02，哎，不是哦，40秒，38还是42？这个好算，好难算。准备，走。44秒。准备，走。43，对，心跳160遍。OK， 这个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的手还有力气。OK， 那再来2个。他累，全是累在下半身，特别是大腿。
前侧股四头肌。我觉得踢腿踢到这种在水里面都站不稳的感觉就对了。后面冲刺算了，没时间了，等一下我的事情忙完再回来练练力量什么的。 OK， 后面就不游了，冲水。刚刚把腿踢完之后，我感觉我的腿已经不是我的了，我感觉我在哪什么地方都站不稳了，腿上的肌肉燃烧的这种感觉真的好难熬啊，但是好舒服。好，同学们，这个上半身还有点力气，然后现在有点时间，我们练一练是吧？OK， 练得有些发软了，然后也是时候要吃点东西了。好，同学们，这个回来之后肚子有些饿，所以今天稍微吃多一些，而且这个杏再不吃完我感觉它都快软到烂掉了，超爽。然后今天这个芹菜也是放到冰箱里面也有些发软了，所以我干脆全部洗了它。这是它的心，能吃吗？怎么这么苦？哇，这个心太苦了。然后还有胡萝卜，然后还有昨天吃剩下的一些桃子、地瓜。OK， 我真是太健康了。很正常，明天真的要争取后面加上一点那个全身的配合的包杆了，不能只打腿了是吧，我自己都受不了了，但是明天还是要坚持打腿。童弩啊，童弩。